然后不太一样。我觉得他整个变苗条，屁股也变，是一直在缩小腹吗？腰也翘了，他腰变好明显。我让他穿了一个今天的秘密武器，就是他旁边那个嘛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旁边这个。对，我穿黑色，拿起来。你看，其实很多女生哦，因为台湾女生比较不喜欢运动，像爱丽丝刚才说的，就是她即使连怀孕的期间，她都有一个固定的运动，但是很多台湾女生不运动，所以她身上其实很多时候她不胖，但她全部是软的，是松的。其实呢，这一件哦，很多女生其实今年很多夏天的时候很流行这种透视的衣服，对，那这种透视的衣服或者这种贴身的衣服，有些时候反而会让你这种松松软软突突的肉看起来更夸张更明显，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厂商，他们做了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很舒服的、没有压力的、不会有紧迫压迫感的这种塑身背心。他这，你刚刚我手上这件塑身背心，因为他现在穿的是细肩带式的，但我手上的这一件它其实是背心式。以往这种塑身背心呢，可能会压胸，但是你看它正面的地方，在胸的位置下方，它做出了皱褶。所以即使你是那种胸部大肚子也大的人，不会压到你的胸部，它会让你的胸部的位置还是维持漂亮的弧度，它可以帮助你把胸部定位。它的下方这个地方很多学问哦。女生最在意的也就是小腹，我们现在看一下 N 的肚子，停耶，真的耶，停耶，哇塞，你刚刚有去把宿便拉出来吗？太夸张了，你有看到整个是平的，你知道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子？最重要的是它在正面的部分这个地方，肚子的这个地方，它采取两种的加压，就是我们女生很容易会有两个地方凸，一个是胃凸，另外一个是小腹凸。你有没有看到？有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钻石的形状。对，它有一个钻石形状。它这个位置是利用两层弹性网纱，中间夹上一个加压没有弹性的布料，所以你在穿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很服帖，但是是重力把它压下去。但是如果只有中间这一层的话不够，所以呢它在侧面的地方，你看侧面这里整个的从腹乳侧胸侧腰侧肉，它整个这一条做一个人体工学的弧度的设计。你有没有看到它是一个人体工学的弧度设计？其实这样不是很热吗？不会，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啊，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两个地方之外，它其他的位置全部都是透气网纱。哦，夏天也可以穿，夏天不怕穿了会流汗。你看，都是透气网纱，所以它只有在重点的地方帮你加压。它这件是完全针对夏天设计的，所以我们刚才说的，它会让你的胸部定位，然后呢收腹乳。胃凸压进去，小腹收平，然后呢，侧边的侧腰肉太神奇了，甚至于它背后的设计，它都会把你很多女生，如果你仔细看哦，有些时候你在背面的时候看，它可能不胖，但是呢，它的有点虎背熊腰，或者是它的内衣永远会陷到肉里面，尤其是背后后夹肉，对后夹，对对，这个地方会夹肉，对不对？就是内衣的上下都有一层肉，对所以呢，它利用这个后背的这种剪裁，挖背的剪裁，它会把你的后背的肉也收进去，是哦。对，所以它一件可以帮助你达到定型，就是胸位，然后胃凸、小腹、侧边肉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你的后背，整个把你的线条收进去，连腰身都解决掉了。所以好明显，对啊，这是台湾，其实完全台湾制造，对，根本就是。而且很重要的是，它有七个颜色，很轻，对，但是该紧的地方，对，很紧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来摸摸看 ，And 的身体很扎实，即使是男朋友摸到，他只觉得里面加了一件小可爱。来吧。可以摸你的腰吗？打配帽嘞，刚配好哎，你看紧的嘞，哇塞，一摸就错了，对，很紧哎，刚健身完，多少钱？老板，超便宜。